是花童，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饮水机的教程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个空地上给它挖个坑，放上我们的发射装置设备，之后右击给它放上我们的西瓜汁，之后在它的旁边放个方块，这边也放个，把这个没用的就可以打掉了。然后在这个方块上面放上我们的压缩气罐，放完压缩气罐之后，是不是还差一个开关呀？之后再把我们的开关放上，这样大概就做完了。打开开关看一下，就出来了一个西瓜汁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你看着西瓜汁，第一次见饮水机里还可以蹦出西瓜汁呢，是不是特别神奇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你看这个猪还过来喝西瓜汁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大家还想看哪些视频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